有时候我们在装零件时，可能会因为手指头太粗而不好操作，这时候可以运用回纹针，把它改装成另外的工具。首先，把回纹针的一边拉成直线，这边很危险，要大人来帮忙哦。把它变成一个有点像问号的形状，把橡皮筋勾上去之后，把它压紧，就会像针一样，可以轻松穿入零件咯。穿过之后呢，把它勾到你想要的位置，再把回纹针退出来，用力拉紧，哇，你的橡皮筋就可以很容易的组装好咯。